还想唱是不是？手汗，人家手汗超多的，人家他超容易流汗的，真的是算是奇女子，手会有点热，这算是北台湾最湿的一个手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认识尤为林其实还蛮好玩的啦，就是。被我们捉弄了。对，然后没有，然后跟朋友说，就是比如我们刚刚去表演，出去外面，然后比如我买东西，我就跟店员说，哎，他们是严威林哎，然后店员就说，谁啊？我说那个傻孩子，你说女香的，哎，对，他说对，我说对啦，傻孩子会不会唱，就叫那店员唱，店员就然后我说对，就是那个望着胸口拍一拍。对，笨小孩啦，店员都不知道的。对啊，所以尤林，你下次可以办一个演唱会，叫做歌比人红，你看到吗？开玩笑的。好了，谢谢尤林，谢谢。